可以买 B&Q 的木板啊，然后来拼你的桌子吗？我要自己做 DIY 桌子啊。我们订书机把木板订起来，算了，浇水人就好，是吗？詹子贤长这样，我都快不认得了。以前詹子贤哦，以前米郎打棒球的，直棒英雄，没有人在看棒球啊。我们有在看啊。那请问这个是谁？